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礼物，看来生小孩挺不错啊，有红包收，又有礼物收，那要不要多生几个？再拿多一点，开玩笑啊。你要小心，也没有问题的，对，我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不要的事，我不行。那这个当我送你的今天巧克力了，当情人节礼物。香港宝宝的满月办得一点儿也不马虎，来祝贺满月的嘉宾那都是杠杠的。他已经第二次看我女儿了，Linda，他是以前香港小姐落选的，落选的，他没拿到奖了，太没用了，太可惜了，一副明星相，但他拍很多电影。张大英，自己介绍一下 ，Nancy 是我们香港超级经纪人，很有名的。一会呢，必定会出来见你们的。现在正在喂奶，吃完就可以出来了。一圈周围的亲朋好友，现在最主要的主人公在哪里呢？啊，那我们现在带你们去看啊，就在里面。哎呦，他刚喝完奶，要烧风。哎呦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今天是他的一个月的生日。你们就别吵了，刚刚吃完，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吧。